动土第一禅，动土顺利大吉昌。动土第二禅，先攻顺利保平。消防局的第四大队清泉分队的厅舍哈动土开工，那么这个是地方可以说期盼十几年了，那终于来实现啊，因为这个地方人口越来越多啊，尤其是我们的中科还有国际机场啊都在这个附近，那沙鹿到清水有七里，服务的这一个需求量越来越大，可是过去一直没有一个好的消防厅舍，那对消防这个公共安全来讲啊，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